出道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，要不看孟英帝应该出道了，就要出人头地啊，就不能就是让人家丢脸这样。开走之后就会开始哭，然后真的是我会不让我爸看到，我也不应该爸爸管到啊。然后终于到家里，我就直接跑到二楼，然后就躲到棉被里面哭这样。就那个感情特别深啊，然后。